12月19日，李小鹏转发妻子李安琪的一段视频，配文最爱和你们一起的旅游，带我翱翔带我飞。视频中李小鹏一家四口甜蜜出游，奥利照顾弟弟，温柔摸头，十分有大姐姐的样子。网友评论道，奥利真的是一个好姐姐，两个宝宝都超级可爱，还是姐姐比较懂弟弟，知道他是想喝 juice。很多女孩子说李小鹏是不是白马王子，而是小鹏王子，因为前者多少带了几分甜蜜和矫情，而后者却是独一无二，透着专属李小鹏的健美和阳光。正如一名古代的绝顶高手，最完美的武艺，强劲的实力，再加上多次与人对战的丰富经验和良好心态，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